哦，它是一个馒头，有点过于震惊了。我今天决定也来挑战一下，拿出我这么多年捏泥人的手艺，我们来做一锅馒头火锅。但是大家知道捏其实不是大问题，能不能发起来才是大问题，我们就摸索着来。来一点万能的色素，通通红，焦焦黄，樱樱绿，巧克力，乌漆麻黑，橘色也来一点，面粉，酵母来一包，搅和搅和，糖，感觉不够红，我再来点红曲粉，揉成彩色面团。这一步最为麻烦，先来搞一个锅底，先来点荤的，你家肉化了，卷卷，怎么样？挺像。先来丝海鲜菇，哈哈，白菜白菜，掐你掐你掐你，来一根玉米吧。哇塞，这厉害了，来点年糕，我最喜欢吃的鱼子包，来个肠吧。这个是啥呢？哦，这是长在一起的蘑菇，这是西兰花，鱼子福袋我也很喜欢吃，完成。哎，我这玩意儿一边捏它一边已经发起来了呀，那直接蒸吧，蒸15分钟。哇，看不太清，但我感觉那个肠好像挺好看的，很有光泽。哇，成功了耶！没想到呀，没想到如此成功。这玉米好大，那个肠都胖出来了呀！你看，哦，成功了！西兰花、鸡蛋，这个肠。哇哇哇，这个肉有点过于香了，咋办？有点舍不得吃。可以单独拿起来。啊！肥牛，肥牛。哎，挺哏啾啊！你看这么鲜，一股面味儿。除了没啥味儿，它作为一个馒头非常成功。那不就是馒头吗？你尝一个，就是做的非常成功的那种馒头。你把我之前扯下去了啊！你能不能完整的扯下去？那我是金针菇，不是，我是海鲜菇。你让不让吃？那你随便好吧，我不看。哦，好吃！这次我们大获全胜，下次再见啦！爱你哦。